针对我们六十四里市跟六十五里市哈，分单位，然后那个大法官释宪案通过，就是六十六五里跟宜训的，所以说那金门在107年哈，他也已经通过，已经通过了，那他们也已经申请了他会主题的大法。那我想说，金马粉丝一家嘛，那我们也不可能说一头两只啦。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六十四比较金马，对，所以说我们大概有六十五亿，我们超过了联署。那目前通过他们这个金马地区都是自己有地的，地方有对，就是条例，他们是自己有一点点数。那他们原则上是他们是。会租金八万来租，那他们是一个月。那时候我这里给你发个稿，我看看。看我干嘛？你那几万多，我几万块。那你三万还有五万？这个有几万？几万块有啊？三万领的，我连我太太都有领的。我领两万多。哦，你也有。他算你年龄的，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未满18岁，所以说他不能就。就征召我们，对，征召我们就入伍。好，我节目刚好约了一个9点多去大理之家看一个老人家，比如我刚打回来，那我也会回大家，我10点多一定会回来，我跟大家致歉。然后呢，这件事情我也一定会跟这边议员他们报上，我到时候会私下找县长去看一看。方面就是你讲的是金门的罚，一个月罚两年，最高就罚两年，对啊。了解。主任来一下。然后呢，我们这几年刚好建设就争取了，比如那个配合我们百分之十，然后百分之二十，所以说也是增加了说现在我们那些，但是这个是原则上我们现在有多少？我们目前群组里面是124，那实际的那个名单号。你这样子的话，只要说就才符合资格去领取这个惠均金嘛。他真正从今年为止，好像才超过250头，他总共受害者是800多。800多。可是他现在有符合资格可以领得到的才200多。我们这边有几样？这应该民政处那边。民政处那边。民政处是民政处那边征召的。我来这个部分，当然因为权益是要争取的。那我这边当然有几个方向，因为其实他们金门的部分，当时也有跟相关单位去争取，比如说内政部，后面是因为内政部的帮助，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回应之后，那金门县政府就体恤到当时这个时空背景。所以说他们的部分能够共同来合作，共同来努力的。也就说，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说，透过议会这边，我们能领取方案，然后到时候就请县府这边嘛，针对这个部分，然后去探讨它的可行性。当然，国防部来指引，这个当然是最好。我想这个也解决了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财政的问题。那如果说国防部或内政部，没有得到事实的一个回应，当然我这边希望说，从县政府这边哦，既然刚才讲的有法依法，没有法依例，既然金门有这个例子，我想这个部分也不能让我们马祖的六十六福利的我们的乡亲的权益受损。所以有意见，那我就跟他已经交代我们那个说法是啊，周文清，然后我会把这。一样审查，再来问一下，好不好？好，不能说你们酒，可以说你们茶叶，没有贵重。尤其小白看到我。